不行不行，他一定有办法躲掉。他会起飞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我一定有办法无伤把它用下去。滚！有没有？还是说那个机关只有一次啊？好吧，我是小丑。第一阵东风，什么咩铺的新图吗？哇，你盖地图好快哦！通关率零，可是你的图我是蛮有信心的。没关系，零趴我也玩。旁边有个垫脚石，不知道怎么上去。这个是弹簧吗？不是。哎，有个小传送门。啊，算了，我们先去看那个蛋说什么好了。他在这边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就是不要复位，我一次都不能死，我就是不会死。下不去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他讲什么。这是谁？蛋贩子。我一定能找到。垫脚石被绑架，给你啊。这边有个门嘛。可是会放这么明显吗？这么明显是正常的吗？啊，这里是怎样？下面也有一个门呢，然后写着告示牌。有没有眼力好的可以告诉我那告示牌写什么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好，看不了一点。好吧，好像没有东西了，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是坑啊。我就说嘛，这张图就这样。好啦，不能拿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样怎么玩？上面有个泡泡，那是终点吗？要逆哦，是不是？屁的，这还能怎么办啊？脑袋爆炸，还是就下面这个门，下不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有点卡关了，卡关什么？这个是传送门吗？不是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要把它举起来，可以吗？啥意思啊？我是大力鸭。OK， 还是拿不到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们要用它来拿这个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穿过去了。它掉下去了。左边边。应该会想要睡觉。等一下，这边刚刚有个弹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弹过去。对面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他怎么不弹我？哦，拿到了。好啦，应该就这样吧。那个东西，可是那边都还有东西哎，应该没有这么简单。送箱子到泡泡，我也想啊，可是我现在想不到要怎么上去。那边上不去，这边。泡泡都飞起来了。这样子，这就是那个投篮机嘛。然后这个是谁？作者。我教你唱一首歌吧。哎呦，不能把作者用掉，对。啊，这一关要干嘛？又没有东西让我投篮。迷失自我的蛋，你是来帮助我的吗？不是。我的浴缸是。魔法小。你的人生没意义，温度加度，不给按。举起来都不行，这两个都好那个哦，都错的吧？怎么样，要活该吗？长太丑。就是要被坑就对了。这什么？怎么有个荷包蛋？这是他吗？这是刚才那个蛋吗？他死了，拿作者去投篮吗？这样就可以投到，对不对？他死得好惨。有作者，你长得真像篮球。问答时间。不行，他一定有办法躲掉。他会起飞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我一定有办法无伤把它用下去。有没有？还是说那个机关只有一次啊？好吧，我是小丑。这是谁啊？这谁盖的啊？你喜欢玩什么的？不给看为什么可以不给看？咩扑嘛，胖扑，饭腻，饭腻什么东西？咩扑，小线。没有一个是对的啊。有啦。啊？
这个有错哦，啊，四个点啊，哎，那没有正确的啊，为什么啊？我有很多洗澡小玩具，可以。完了，我居然没有看板子后面，我在干嘛？作者个性没出息，不给点，低情商，笨拙。哎，不行，我就不选。搓背，哼。我就不选 ，no， 过不去。等一下哦，我有方法，这是不是可以跳关？等我一下哦。啊浴室里的物件。所以这个要选什么？以上皆非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一开始蛋贩子的名字是什么 ？G 什么七的啊？就是他只有七功课啊，这个啊。嘿，记忆力不错吧？国际服第一个联动的奇珍造型，反正不是李建勋，也不是佣兵啊。第一个联动的奇珍造型，奇珍是紫色的哦。那这个啊，你喜欢玩水吗？嘎！恭喜你结束做关卡，蓝色光点是终点，不会再被你坑啦。可是好像没东西了，哎，哎，存档点。返回前面的关卡。啊，所以我要跑回去吗？可是这个门，我是要故意选错，不是啊，选错也不会回去啊。哎，为什么这个路变成回去的了？好，没关系。以上皆非。哦。再跳一脚。嘿嘿嘿嘿。啊，好可怜的蛋哦！为什么要这么贪啊？我要怎么回去？再投一颗蓝，灌蓝。哎，这样就有了，我把它带回来了。好啦，你没用了啦，你没用了啦。他说带坐着走传送门嘞，我偏不要。啊哈哈！作者，你干嘛跳海啦？哦，真的是哦。哦，烦呢、欸。哦，怎样啦？那个墙壁。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。啊！那个咩扑，这是什么亡灵的复仇吗？我们鸡蛋要孵化出一只小鸭宝宝，那怎么办？那我这是不是结束了？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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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玩地图了，好玩地图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很不错啊，很好玩。